都是同一片天呐、啊，人人呐、啊，要好好的疼惜大地，赶快共行，这种爱的能量汇合起来。所以今年呐、啊，一直呢要强调大家呢要提高警觉，而且呢采取行动，那就是大爱共伴有晴天。其实爱的力量就是要人人不要轻视自己一念虔诚，不要疏忽掉自己一分的力量，我们人人都要发挥这份的爱爱心，爱惜天空啊，让空气呢能减碳，爱惜大地呢，我们要人人环保，我们要爱惜人类。就如成语一大早我也在提起啊，我们一定呢要转世成智，不要呢一天到晚啊总是呢光知识，跟他知影，跟他捌啊，这捌代志知识事项啊，但是呢没有妙观察智，这种就会缺少食粮，为所欲为，一直呢为自己而争啊气啊，你争我夺啊，那小小的一点一滴的污染就可以合起来变成了一大片的污浊，这整片的污染既然是人点点滴滴这样累积起来，现在最好的良方也都是要从人心开始，我们要如何让人人呢还归了自己性本善的这一念，信心意善良的心意，要虔诚，人人有这样的善意，有这样的虔诚，累积起来还是可以有一股清流可以净化这样的污浊，一定要从人心开始，不要轻视自己，人心改变，生态就会改变啦。我们有爱心，我们现在点点滴滴累积起来呢，那是大爱共伴有晴天。看看历史的今天呢，有爱以爱共伴，在1994年的11月8号，23年前，菲律宾联络处正式成立在小镇的家呢。他们起初啦，就是以关怀病苦的人开始，此啦。救病以外脱贫的方向再教义，那就是助学。看到了梦乡村，梦乡村是一个贫民区，他们靠的是垃圾堆的生活，在10年前慈济人去做关怀，应他们所需要的去发放，还要呢辅导他们戒赌、戒烟、戒酒，也辅导这个村庄要点滴累积给他们的竹筒，给他们的
一个个铜板的累积。那个时候呢，村里的孩子无法度读书，因为呢，这孩子出生没有登记，没有父亲。那个时候，慈济人呐、啊，就会去帮忙他们办户籍、办户口啦，然后呢，全套的医学都帮他们呢准备得很周全，还要把孩子呢清洗呀、啊，换上了衣服，让孩子们干干净净啊去上学，很感人呢。你看，也戴起荒帽来了。时间真的可以累积一切，时间可以成就一切。那历史上的今天，也有2013年的11月8号这一天，菲律宾呢，就是一个很毁灭性的台风海燕，真的很感恩菲律宾的慈济人勇于承担呐、啊，也有十几个国家的慈济人去投入国际救灾，那一段在做海燕的救灾啦，真的是大家人很拼啦、啊。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啦，他们复苏得很快，而且人民呢回归啦那样的平静的生活，我赶快呢就是转换人生，过去也许不好的习性都有，现在呢大多数的人都改变，看到了奥默克这一群年轻人，台风之前他们的生活虽然呢很穷，可是生在那样的环境，这一群孩子都迷失的都是呢会喝酒会抽烟，从台风过后慈济人进去把整个村啊盖起来，在那里也物资的给那心灵的教育，这一群孩子现在是这个区域的生力军，很有爱心，他都会去付出，所以救济不只是物资给，其实呢最重要是心灵辅导过来的啦，看到了他们的这种的爱的点滴啦，汇聚起来善的共伴，这都是呢不轻视轻微的，所以步步铺路赴大地，大爱共伴有晴天。这是今年呐、啊，我要大家呢能多了解前面一句“大爱共伴有晴天”，这样人人呐、啊、点滴的爱呢汇聚起来，尽管呐、啊、天空被污染呐、啊，只要我们有爱啦，在哪里有需要，慈济人呢都是发挥大生命的观念去付出，去爱他们，去帮助他们，这天地一家亲，所以啊就是大爱共伴有晴天，天长地久啦，我们的爱呢就是普及要在全球，那我们要寸步铺路的赴大地，现在呢期待的菩萨开道，那人人共同来铺路，环保菩萨不都是呢在抚慰的大地呢，这都是我们尽一念心
所以步步呼禄护大地、哦、所以我们、啊、要大爱，连连累积起来，共伴有情天，天长地久，总是呢需要我们人类人间呐、啊、来做回馈哈、哦、啊。总而言之啦，看到了天下这么多这么多的污染，还有呢很多的灾情，我们不能按听就旁观起来哈、哦，还是人人呐、啊、要付出一份虔诚的爱。